那这边给公给我公布一下啊。OK。真正哦。真正哦。那这一座山都是这次的营业场所，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开出一条森林里的步道，让以后客人都可以在里面享受森林浴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我是督导，我可不可以早一点知道这一类的事情？为什么我是督导，我跟你们一样惊讶？今天你们看到那边哈，那边有地基，那边有地田。哪里？你为什么？你会震惊一点，督导？你不要一种看好戏的态度好不好？我上次来为什么一直在挑你毛病？就是因为我是督导。哦。一般客人不会这样。确实。你不是挑我们毛病，你是吓人。吓人哎，对啊。哦，吓是让你们习惯。吓是因为喝醉了。什么意思？好吧，让你们习惯好不好？ Okay。那这边给我公布一下啊。OK。嗨，营业中，要告诉各位一件大事。真正哦。真正哦。变的。真正哦。变的。整片。这边没。营业这片。真的要这样弄。然后呢？督导，那一张板子是可以撕开看一下你们今天的戏、哦欸。督导，督导啊！这座美丽的山，你们不知道这个节目吗？他会告诉你们事情吗？他们只跟我讲有个板子，生气，生气。OK， 来，眼前的领域，什么眼前什么这片，眼前的场域将交由伙伴们打理营运，今天就开始绿化工程。盖栋小窝，开拓森林步道吧。好像学生一起念课本哦。你们现在看到某些部分的大树还没有种，所以今天会有第一个绿化工作，就是种树。然后种树完的那一组呢，会接着要去盖一个未来你们可以养一些宠物、可爱动物的小屋。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刚刚提的那两个项目呢，是今天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的啊。那第三个森林步道的工作，就是往你们的后面看。你开好啦。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一座山都是这次的营业场所，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开出一条森林里的步道，让以后客人都可以在里面享受森林浴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我是督导，我可不可以早一点知道这一类的事情？为什么我是督导，我跟你们一样惊讶？可爱，我什么都可以做了。我想要做的，没有，现在要植树哦。现在是植树跟步道，植树跟步道先做，还是我先去植法？哇，植树应该他 OK， 江植树，他演过江植树，谢谢。